一亩心田音乐会是动心的邂逅音乐会的延续。动心系列的音乐会是以音乐演绎成长故事的音乐会。这个音乐会已经举办了12年。曾经为福佑基金会、好学计划、伊丽莎白医院病人资源中心等等筹款。2015至2017年，佛教佛可中学开始参与演出《动心的邂逅》音乐会，由专业的音乐人去到大澳的佛可中学培训学生，令到学生有机会踏足香港大学纳兹学院的礼堂，演艺学院的专业舞台上面和香港大学的学生病人互助组织一起演出，用音乐、舞蹈、对白演绎他们的成长故事。当中有不少的学生是有情绪、家庭的问题，或者家境清贫，又或者自信心不足，都能够充满信心地踏足舞台。你都因为失去一切，所以才懂得真正的一切。多谢各位。去年开始，学生和老师仲一起接受培训，参与化妆、梳头、服装、舞台、票务等等不同岗位的幕后工作。大家都学习团队精神，增加解决困难的能力。而每次演出，到场支持的嘉宾都很多，而学生参与的经验可以列入将来他们踏足社会的履历上面。动心的邂逅是一个音乐会，亦都是一堂很难得的有教无类课程。连续三年来的培训演出已经甚具水准。2017年组成种子歌咏团，由诉说成长故事的动心的邂逅音乐会演绎为一亩心田音乐会，演唱善导人心的歌曲，同时让更多有学业以外有才华的青年人得到专业培训的机会，增加他们的经历和竞争力，将来能够为社会谋福祉。